小面包，什么东西烤糊了吧？不是妮娜姐，做鲜花饼有用不着这么多鲜花的。啊，这不是吃的，江先生要用这花瓣儿。花瓣儿是吃的，撒床，撒鱼缸。乔庆帆打厉害了！你胡说什么？你不在上面厨房，在那边做什么？刀工练得怎么样了？不是答应好我说要跟我一起做派对的零食吗？韩妮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帮助你的。韩妮现在需要你的帮忙。我说过韩妮吗？你这人别耍赖啊！你这样就没意思了。你脸红做什么？瞎说什么呀！我看见你，我脸红什么呀？这儿红了，这儿也红了。我那个是这个烤箱热的，你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吧。我看你是入戏太深了。你朋友是不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啊？你打算拿这些烤糊的东西照顾他们？你要是不想让我给你丢人丢得太惨，你就赶紧帮忙。我今天很忙。只要你今天帮我，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厨。我就给你按摩15分钟，然后呢，可以扮猪，可以扮狗。先攒着吧，我今天没心情。小凡凡啊，你火了。哎，去拿点法棍过来。干什么用啊？教你做普切塔，简单省事又好吃。好的。You are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怎么没够 I would do little tricks for you Only for you All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 From the other world I would do silly things for you We play the notes of loveLike we're gonna fight We sing a song for love Listen to your heart Love is the front for the left and heart And makes me cry I would do little tricks for you Only for loveIt's the fruit for the living heart And makes me grow I would do silly things for you 为什么他在我旁边我就能做得又快又好看着视频就做不到他身上好像有种魔力能让人特别放心我该不是依赖上他了吧不能依赖他要让他依赖我天哪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呀我喜欢的是宋逸然要冷静一下但还是再看一眼就一眼他每次发力我都感觉好像能透过厨师服看到他手臂的肌肉这肌肉线条怎么这么好看啊就像古希腊的雕塑一样老天爷你最近的安排让我有点神魂颠倒啊我无以回报
只能吃更多的好吃的来报答你了。漂亮，看过了吗？嗯，剩下自己做，我得出去一下，晚上好好玩。你不和我一起去吗？我要是谁啊？快递。你等一下啊。什么东西啊？从伦敦空运过来的蛋糕，回去赶紧放冰箱，全冷链运过来的。江先生也不吃甜食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您签字吧。啊，好。嗯，谢谢。哎，妮娜姐，我来，你把这个放进去。这个好像放到冰箱里了。哎，好。小心哦。哦，这什么东西啊？是伦敦玉轩寄过来的。今天谁过生日啊？今天江先生生日，伦敦的大家肯定很想他。今天江先生生日？那他怎么也没说啊？他不过生日的。不喜欢过生日，还有人不喜欢过生日啊？他不喜欢过生日，为什么还要拿着花去找伊丽丝啊？这个你还是自己找机会问他吧。你人怎么跑了？你给我回来！别闹了，九点之前必须回来洗澡睡觉。回来了。江先生，你回来了。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没事吧？我是不是一个特别糟的人呢？当然不是啊。你还太小了，有些事你不会懂的。经验丰富着呢，小时候看了很多电视剧的。这么二弟好玩吗？那起码东西好吃吧？当然好吃了，他们五秒就抢完了。十秒，五秒有点夸张了。大家好，去，弄弄赶快睡了，我先进去休息。这个人看起来喜怒无常，但其实还是挺重情重义的。
小的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爸就会给我煮这个面，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面。先是把这个肉呢煸出油来，然后再放入香菇和青菜，然后调味勾芡。最重要的是呢，面出锅之后一定要过一遍凉水，这样呢既可以给面降温，还能保持这个面的 Q 弹。最后再加一点醋，完美，吃吧。味道怎么样？我替你评价吧，这个肉的香味呢，和这个蒜还有香菇融合在一起，一种温暖吧，就是从舌尖到心底，太感动了。可惜啊，这个葱蒜炝锅的步骤虽然对，可惜时间太短，香味应该没有完全激发出来。还有这个肉丝，你吃不吃？你不吃我吃啊？谁说我不吃了？好吃吗？嗯。不行了，我忍不住了，我这做半天我都没吃上。你也太不斯文了吧！我妈说了，吃面的时候呢，必须得出声来，这样才好吃。是吗？嗯。我是。你为什么分给我的？你试试。行，看我啊！嗯，这是新菜吗？是啊，海胆是一种很好玩的食材，同一地方产的同一种海胆，因为温度跟深度的不同，滋味也会有所不同。我挑了一个最甜的。适合油炸做天妇罗，剩下偏鲜的则拿来做刺身。可是它们都长得一样，怎么分啊？经验啊，试一个就知道了。嗯，这个比刚才甜很多啊，用这个油炸就没问题，它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啊？怎么样？嗯，好吃啊，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么鲜的海胆。嗯，那就好。接着练习，我出去一下。哦。这个就偏甜啊！强奸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尝一下就做判断呢？还不能说他。Thank you.
书行倒了，倒了之后我就坐起来，看见有一个人拿灯晃我，我就追他，然后我就摔在这儿，但是就他就跑了，对，但是我就摔到这儿，我只看江先生，我都查过了，好像什么东西都没丢。知道。林小姐，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嫌疑人的样子吗？那么黑，我也没看清。不过那个人。大概和他差不多高，然后戴了个帽子，戴了个口罩，穿着运动服。那他走的时候，我看见他穿了一双灰色的运动鞋，后边有一个粉色的边，所以特别明显。江先生，经过我们的勘查，你们家的门窗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很可能嫌疑人有你们家的钥匙，或者是你们熟悉的人。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认识的？我的周围倒是有一个人符合这样的特征。你认识？李岩，我的助理。怎么了？哎，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宿一晚？这外边太吓人了。
我就睡那小沙发就行。进来吧。谢谢。你刚不是挺勇敢的吗？连贼都不怕。嗯，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怎么回事，我现在越想越害怕。快睡吧，关灯了。我关不关灯都行。我不行，我不喜欢睡觉被人盯着看。闭嘴，别啰嗦，赶紧出去。你干嘛呢？妈，我翻被子呀。别翻了，我点着助眠精油我都睡不着了。不许翻身，不许咳嗽，不许喘气。连喘气都不允许啊？你能不能别这样啊？那我怎么办啊？睡觉啊。这点胆子，看个山寨鬼片都不敢一个人上厕所。江先生早。早。伊丽丝小姐来了。怎么这么早？我刚听说李艳的事，你还好吗？还行吧。你的早饭是什么？是我给你熬的粥，特地熬的，给你补鲜血。伊丽丝小姐，我来吧。不用不用，谢谢啊。我听偏方上说，这个能让你的舌头开窍，从今后我每天都会给你熬这个粥喝的。这偏方你也信啊？是的，你必须得喝。你其实不用这样的。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玉轩。我这样说你就可以接受了吧？不就是喝个粥吗？至于那么较劲呢？行了，我一会儿运动完之后一定喝。等我一下。睡得好吗？嗯，好。
依次送来了，好喝吗？当然好喝了，赶紧喝吧。什么反应啊？先别翻了，挂床上。红牛和海胆，你好大胆啊！你试试。天哪，还是那个偏鲜的海胆，上次做的鲜度就已经够过分了。这次还加了牛肉，脂肪更多，味道浓得让我产生抗拒心理，怎么办呀？你觉得我用错海胆了是吗？你说出来我就放心了。你这个海胆也太鲜了，那里边明明有更偏甜一点的，你这个味道在一起，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了吗？我需要你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做吗？我就是想要做一道让人永生难忘、让人产生抗拒的菜，不行吗？哎，去翻砂，加1000次。严总，嗯，你去吃东西好不好？没听错吧？快点啊！你说你想吃什么？不是，这是什么新型的惩罚方式吗？你怎么那么多有没有？你不吃我自己去。啊！我吃，我吃，我要吃小龙虾。小龙虾？那不是淡水克氏鳌虾吗？那玩意儿能吃啊？哎呀，这是同情你。你怎么连小龙虾都没吃过啊？这现在是小龙虾最好吃的季节，每年到这个时候，我最馋小龙虾了。真有你说的那么好？我带你去尝尝，你就知道了。走走走。好腥啊！哎呦，来，给你。谢谢。谢谢。别客气啊。哎，林可颂。嗯。这玩意儿能吃啊？想这口想了好久了。你这反应好像在哪儿见过、啊。放心，这回这里边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也就是白天，这要是在晚上，我就带你去路边找个大排档。你是不知道，下了班呢，找上几个三五好友，然后呢点个小龙虾，再点个啤酒，大家在一块聊聊天，吹吹风，出一身汗，可幸福。哎，嗯，你有没有做过小龙虾？没做过。说你做小龙虾得什么样的、这道菜要是在朋友圈里出现，我跟你说，没准能大涨一个营业额呢。这回你感受到小龙虾的魅力了吧？其实它还有特别多种，比如说像什么蒜香啊，还有什么咖喱的。其实吃的挺撑的。啊，是，不过我运动运动应该还能吃，行吧？我看也是，就让你运动运动，接着翻砂，加1000次。
面包，怎么了？娜姐，我这电锅电了半天，我是手都要电断了，我也不会，我现在这手直哆嗦。来，跟我来。这活络油或许有帮助。妮娜姐，幸好只有你，要不然我得多孤单，被他折磨得多惨啊。以前呀，我也帮他擦活络油，他各处劳损的程度比你可严重多了。要成为他得受多少苦啊。这活络油或许有帮助。妮娜姐，幸好只有你，要不然我得多孤单，被他折磨得多惨啊。以前呀，我也帮他擦活络油，他各处劳损的程度比你可严重多了。要成为他得受多少苦啊。小面包，我觉得你还是先过了基础关再说，要成为他太遥远了。我知道。妮娜姐，你家是哪儿的呀？马来西亚，我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那你结婚了吗？我父母啊，生了七个孩子，我是老大。家里最小的弟弟比我小16岁，我爸爸是个酒鬼，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家里的事一点都不管。我从小就跟着我妈，照顾家，照顾弟弟妹妹。我也想上学，想谈恋爱，想离开那个家，但一看到弟弟妹妹那么小，他们那么依赖我，我的心就软了。还是放下自己的生活，继续照顾他们。好辛苦啊！我都不敢回头看，想不通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后来，弟弟妹妹都大了，自立了，爸爸妈妈也都走了，我就在一家外派劳务公司报了名。我想到外面去看看，于是就从蒙哥马利的家到了奥利这里。那你还想结婚吗？不想了，早就没那个想法了。奥利就像我的弟弟一样，我想看着他结婚生孩子，我就帮他带孩子。不过目前看来，希望好像渺茫得很。你也别这么说，他这个人是脾气不太好，但是应该也还有希望。再说了，以后我可以照顾你啊。瞎说，我呀，我可以照顾你们，你们都需要我，我高兴着呢。以后啊，不许跟我抢活干。好，妮娜姐，你能不能先帮我把锅点了啊？顺便再帮我参加一下比赛，可以吗？这个可不行。睡不着，一想到昨晚他离我只有1米远，他的气息混合空气里精油的味道，很特别，很温柔，很男人，很……哎呀，我形容不上来这种感觉，我好像对这种味道上瘾了，是精油的味道吧？他男人怎么可能这么好闻？完了，回味到这些我又睡不着了。好想念那股味道啊。小面包，不要焦躁，这样我帮你点个香薰灯，江先生卧室也有，每天晚上我都帮他点上。据说这款精油
可以安抚情绪，特别的灵，挺有味。体力太好是不是？你不睡的话就别睡了，我让你现在去锻炼。林，哎，这人又跑哪去了？林可松，林可松。你醒醒！丽娜，丽娜，叫救护车！好。哎，不好意思，这里不能进。我想问一下，患者在被发现以前有没有摄入过什么食物或者药物？啊，我做的炒饭，就是火腿、香肠还有蔬菜，我们也都吃了，没有问题啊。没吃药，平时也健康得很。那他有什么过往病史吗？这不清楚。我把他送来医院之前，旁边有一个饭岛香薰灯。哦，好的，我知道了。上心电监控，0.3毫克，肾上腺素激素，生理盐水扩容，快！江天帆先生吗？不是，林可松怎么样了？哦，他还没有醒。请问你可以联系到林可松的家属吗？联系家属？情况这么严重吗？对，患者在昏迷之前接触了精油，我们刚已经对精油进行了化验，也对林小姐做了变态测试，发现正是精油中所含的醋酸沉香醇导致了她的过敏反应，而且情况相当严重。虽然我们已经使用了脱敏药物，可是情况还是不是很乐观。那个精油忘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没事？这是病危通知书，需要你们家属签字。林可松的家人就住在上海，可以吗？嗯，可以。妮娜，马上给交易司处打电话。哎，好。江先生，我已经在路上了。医院不管用什么药都行，只要把人给我救回来。先冷静一下，先生，您先把手放下来好吗？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可颂。都是你，先生，先生，您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这是医院，这事儿本来就是个意外，和他没有关系。没关系，和你们都没关系，和我有关系。你带走可颂的时候，要是我不答应，他现在会躺那儿吗？啊，那么你活不了他的孩子，又到这个嘴，你不觉得太可怜了吗？你，先生，先生，你别激动。我们正在想办法积极的治疗，脱敏药也用上了。
您放心，不会有太大问题。姓江的，我告诉你，可颂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这条老命就给你换了。您先坐下，您先坐下。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小雨啊，到哪儿了？得赶紧的！你几度下通知收插管子？眼看这一口气就要上不来啊！爸，我就不回去了。安康鱼干，你知道对时间要求有多苛刻吗？从鱼肚子里拿出来就必须立马做。我姐有你就行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什么？一个破鱼干和你姐姐谁重要？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过来！我要我，喂，喂。你个混蛋丫头，医生，可颂他怎么样了？放心放心，暂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我们后续还会治疗的。先出来跟大家说一声，大家不要着急。谢谢谢谢。没事，有什么情况我会再跟你沟通的。喂喂喂，大哥。喂，林峰，怎么了？啊，我不是，我那个是，我估计手机有点问题，所以他自个儿拨出去了。啊，对对对，没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不好意思啊，你们赶紧睡，赶紧睡。哎，建芬，在林可颂过敏的精油里面，我们检测出了一种物质，是一种慢性毒药，它能慢慢的摧毁人的神经系统。我失去味觉跟这有关吗？有。虽然最终的毒理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理论上说，就是这个东西让你失去味觉的。这东西是精油里面本来就有的，还是额外加进去的？是额外加进去的。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我也怀疑过这个精油，因为当时伊丽丝给我的样本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不是这次意外，这东西很难被查出来。但千帆，你知道吗？这不是重点，而重点是重点是到底谁想害我？不，重点是，既然我们知道了毒物是什么，我们就有治疗的办法。所以说，你的味觉是有希望恢复的。这是这几天唯一的好消息了。那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你高兴呢？我应该高兴吗？精油是伊丽丝买来的，然后交给李燕，最后拿给琳娜。一共只经过三个人的手，三个跟我最近的人，其中一个人想害我，不是已经把我害得失去味觉了。我不能害怕吗？但我相信这事儿不会是伊丽丝和妮娜做的。是吗？
在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谁也不信，包括你。这是解毒药，说慢一点。哎，小王，来过来一下。你把这个拍一下，把监控录像拷走。我问你，你的精油是哪来的？每次都是快用完的时候，李燕就送过来了。那你每天会用多少？就几滴，一瓶大概能用两个星期。那你平时精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以前放储藏室，后来我嫌麻烦，瓶子又小，就拿到我房间了。这个精油是英国产的，差不多半年前奥利在伦敦开始用的，是我买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他已经用习惯了，所以我就尽快让那个产品寄过来。如果我忙的话，我就会让李燕负责这个事情。那平时你自己用吗？不，我不需要，我没有睡眠障碍。大部分的投毒案都是仇恨报复，所以嫌疑人的动机很重要。以你对江千帆的了解来看，李燕会不会对他心存不满？千帆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是他人真的再好不过了。就算是批评他，也绝对是工作上的事，绝对有理有据。他对李燕真的很好。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查出嫌疑人的。谢谢。你再试试其他的，来，拿着。你的血氧浓度已经很高了，不能再加药了。为什么还是什么都查不出啊？千帆，这慢性和急性中毒它不一样，你的神经通路已经被关上了，现在可能需要长期服药，但这药效不好说。俊斌，咱俩之间不说这个，你血呀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去尝试更多的办法，比如中医、针灸、前端的试验性的药物。总之，别放弃。不能放弃。那个处心积虑想要害我的人，就是要我放弃。我不会让他如愿的。
我这是怎么了？你被精油过敏了？怎么样，好点了吗？啊，别动，别动，我把你摇起来啊。告诉我爸妈吧，差一点儿。慢一点。哎，这是江先生的私人医生，谢医生。你好，江先生人呢？他说他有事儿，先回去了。这个精油我用着过敏，江先生用了这么久，他没什么事儿吗？啊，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排毒，他没事了，你放心。那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啊，好，谢谢医生啊，谢谢。娜姐的电话，哎，妮娜姐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不要再浪费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上。你现在立刻换衣服进厨房练习。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你给我一个解释。没有解释。行，你不说是吧？那我报警问警察。我告诉你，是我让他走的。你以为你昏倒只是单纯过敏那么简单吗？你是被人下毒了。那精油也不是我的呀。所以你的意思是，是妮娜姐在精油里下了毒，妮娜姐想害你，所以你把她赶走，是不是？你不说话就是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狠心，这么可怕呀？妮娜姐她害你，她为什么要害你啊？她害你什么？她每天照顾你，照顾你，照顾的无微不至的，你没有证据你就怀疑她？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你让他去哪儿？我告诉你，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会把这样的人留在我身边。我最后再说一次，换厨师服进厨房练习。我不去。小面包，照顾好自己，永远保持满满的活力。希望你和江先生一切都好，永远，永远。爱你的，妮娜。不能走，我没说你能走。那或者跟我回去，时间晚了，别给人家添麻烦，好吗？不行，你不把妮娜找回来，我就不跟你回去。等警方调查有结果之后再说。妮娜姐她照顾你这么多年，她把你当亲弟弟一样对待，她要想害你早就害你，她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我真高兴你的脑子现在开始工作了。不过就算妮娜现在是我亲姐姐，我也会请她离开。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别人会变，他不会。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别人高价请来害你的呀？然后傻到差点把自己害死。我不管，反正你辞退了他就是伤了我的心，我不跟你回去。行，那比赛呢？如果你现在跑掉，你这辈子都是恶龙公主，不怕丢人呢？不怕啊，之前受了苦不是白受啊。白受就白受，反正我明天就回乌镇了。林可颂，你好，跟不稳回去恐怕由不得你，拿着。不是，我什么时候签的这个合同啊？为什么我一点记忆都没有啊？从小雨私厨接你出来的路上。我签的不是什么大赛的确认合同吗？而且还是英文的。你不是说每个人都签了吗？是啊，那你记不记得你签了几份啊？两份吧。对了，其中一份就是这个。你这人怎么这样？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啊？是你自己不看清楚吧。行，算计我是吧？我告诉你，合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绝对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否则张嘴。拿这个威胁我是吧？是。回家。大头，我先走了，回来再说吧。啊，做他的助理兼学徒，管吃管住，三年之内不能解约，违约金100万。无比信任的江千帆居然使出这样的手段留住我，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离开他，他真的太无情太可怕了。可是他这么处心积虑的对我，到底是为什么呀？林可颂，今天超过晚上9点我破。林可颂，破例。你好，我是新来的家政保洁员。家政保洁员？我不记得我预约了家政服务啊。他是我请来代替妮娜的。哥们儿啊，我劝你呢还是赶紧走。他这个人吧，就是不管你对他多好多用心，他都好心当成驴肝肺，最后还会冤枉你。再说了，你说就我们家这点活需要别人帮忙吗？不需要吧。林可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什么？如果我不请人来做这些事情，你来做，我来做。你被辞退了。你别走啊。林可颂，你现在整我是不是？你看我啊。行，你要这样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多一条规矩，这些杂事你来做。怎么看不惯啊？看不惯你来做呀。
李可颂，你回来！林可颂，出来拿厨师服。你听到没有？我要去玉轩教大家做新菜，你也得来。林可颂，说话。我睡着了，没听见。厨师服我放这儿了，爱来不来随便你。我是恶龙公主，我是粉红公主。天都快太黑了。大家好，我不是恶龙公主，我是树猫公主。这也不怎么好看，要不然就穿这个去。这是林可颂，你们可以开始了。你好，我是造型师半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来挑挑衣服吧。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江先生提前一个礼拜就跟我们联系了，要我为你做今天活动的造型。没人叫你买，你要当组委会提供的。啊，对，组委会提供的。你看这件衣服，这件是江先生的衣服，您可以根据江先生的衣服来进行搭配。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是根据江先生的衣服搭配啊？哎，好像我才是导师啊。那我还是女生呢。
仙女啊。林小姐眼光真好，但是这条裙子刚被借去走过戛纳红毯。那不是更好吗？原唱不就 pass 了。今天黄的不错，你要试试。对，我也觉得今天黄的不错，试试。这黄色多土啊！这个黄色的好看，我试这个。还是你了解的。鞋我放门口了，出来记得穿。完美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坏人不需要你担心，那是我的事。波勒尔斯国际厨师协会未来之星厨艺大赛即将开始，今天下午将于上海举办发布会。本台记者为您带来现场报道。未来之星厨艺大赛即将开始，走。居然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摄像机，会不会有很多人正在等着我出丑啊？都怪江建帆，穿得不这么鲜艳就好了，怎么才能混过这场发布会呢？林家祖宗在上，保佑我当个隐形人吧，最后谁都看不见我。什么流程啊？你要干什么？你要上台发言吗？我怎么知道？该说话就说话喽。哎，那能不能你发言别叫我？我不喜欢人多的时候说话。我不叫你，并不代表别人不叫你。是我见过最好笑的人。有什么好笑的？内心戏多到好笑。走啊，林可颂，还说没有事儿呢？真的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女人间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是说咱俩？今天要发布会结束，你不要跑。不要找你的麻烦，不找我麻烦还是你吗 ？Anytime。我想上卫生间。上卫生间不用报备。那儿。
我准备好了，没准备好。哎，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来，我准备好了。林可颂，林可颂，时间差不多了。林可颂，林小雨，鲍里斯·罗果夫。Boris Rogov。林可颂和江千帆，准备一下。林可颂，江千帆。林可颂和江先生不见了，上场顺序排到最后。林可颂，你干什么呀？我上厕所呢，这是女厕所。开门！我告诉你啊，你不开门，我数到三，我踹门了。一，我不出去。二，我来穿衣服。三，出来！你干什么？出来！你干什么？别走，下来！走！你放我下来！老实点！干什么呀？这么多人！江先生，林小姐，现在就差你们了。知道了。干什么呀？站好。好的，那么最后我们要请出的是最具有传奇性的一对师徒。那么在海选的过程当中呢，获得恶龙公主称号，却成为第一位被导师点名选中的林可颂小姐以及她的导师江千帆先生。掌声有请。我们走吧，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的。一步一步走稳，就不会跌倒。Listen to your heart. Don't bury your secrets, heart. Show them who you are. Don't hide your feelings for love. Like lonely stars, lonely stars. Listen to your heart.Listen to your heart. Listen to your heart. Listen to your heart. To your heart. 好的，请二位台下入座。那么最后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大赛组委会主席托马斯先生出场并致辞，掌声有请。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女士以及先生们今天的莅临。早上呢，我花了20分钟的时间才把我这个领带系上。我妻子看到以后就跟我说，亲爱的，你别那么紧张，你又不是参赛选手，你是组委会的主席。我听了以后我就松了一口气，他说的是对的，感谢上帝，我不是这一次的参赛选手，所以我可以不用面对8个严苛的评委的打分，因为那真的是让人生不如死啊。好了，我在这里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现在就请屏幕播放本次比赛的8个评审委员。
好的，各位，那么按照我们大赛的传统呢，我们每一场的比赛都会选择一种味道来进行比拼，依次是苦辣酸咸鲜甜。那么我们前四场的比赛是积分制，总积分前四名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我们的半决赛将会以抽签的形式来决定两两的对决名单。那么在最后的决赛，我们的导师将会和选手一起上场比赛。所以德龙公主，你千万不要在前几场被淘汰了。好的，我要干掉你的搭档。之前呢，我们现场的导演为每一个选手都判定，你别提前溜了就好，让大家各自来说出自己的挑战宣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年轻人的气势吧，请看大屏幕。我录这个了吗？我是维克特，没什么好说。你说呢？我只想听听亚军。我没听懂，是不是就不用说了？你想得美。大家好，我叫布鲁维尼，我是来交朋友的。我叫林小雨，我是来当冠军的。我只希望第一位姓林的不要太丢人。烹饪是艺术，更是科学，是千万次可重复的氧化和还原。我，周大文，营养学博士。哎，老板，你怎么走了？可颂还没出来呢，干什么呀？弄个比赛，一家人跟仇人似的。你们也都别干了，干活了。好的，刚才是我们最后一位选手的视频，因为刚才我们的导演在后台没有找到我们的林可颂小姐，那么我们就让林可颂小姐在现场说出她的挑战宣言吧。我不用说，哎，那可不行，林小姐，我们每一位选手都要说出自己的挑战宣言的。我说什么呀？好的，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林小姐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说出她的宣言，好不好？心里有什么说什么，只要是真的就行。去吧。好的，有请林小姐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有请。好的，林小姐，您现在可以单独向其中一位选手挑战，也可以对所有的选手进行挑战。不想挑战。看来我们的林小姐是真的没有话要说了。好的，那么就有请。我有。大家好，我叫林可颂，我不想当恶龙公主。我想